欢迎精彩的一晚。
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是人见人爱的 Dr. 卓，卓 Dr. 也就是卓博士，也就是东方三博士里面的其中一个。哎，我好像有听到有人问说，东方三博士不是三个吗？怎么只剩下一个？我告诉你，我的 partner 他们剩下两个博士去双联参加耶诞晚会了，对，所以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值班。那为什么要值班呢？不是因为年末工作很多，是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说水星逆行，水星逆行有没有听过？没有。有那边感觉起来，那位先生受到水星逆行很大的影响。但是我们这种 professional 的，我们才不 care 水星逆行，我们 care 的是什么？我们 care 的是有一颗从来没有见过的星星出现在天空上了。所以啊，我跟我的 partner 最近我们就是值班，一直轮班，就在观察这颗星星什么时候会出现。但是啊，不只是我们，现在连最恶劣的政府官员也都在观察这颗星星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在政府官员找到那一颗星星，也就是西律王找到那一颗星星之前，我们要先找到它。让我来看看，哇，有点亮，最近这个星星吼有点多，到底在哪里呀？哎，我找到你了，我的星星。是你吗？是，你就是我的伯利恒星星啊！是的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有人来查水表了。糟了，星星王来了！好，我们是要邀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。大家先把眼睛闭起来。眼睛要闭起来。眼睛要闭起来。千万千万千万要闭起来。千万要闭起来，不可以张开，绝对不能张开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，我是圆圆，我是笑笑。大家刚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大家请你们眼睛闭起来，在张开的时候，你们是经历一个特效，就是我们幻幕了，完全没有画面。没错。那如果就是你刚才没有闭眼睛，你就完全 miss 掉这个特效，你就没办法享受这个特效。对，完全没有画面。没错，在圣诞节的这个时候啊。你们知道圣诞节是谁的生日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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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没有一个默契在，是你知道圣诞节什么谁的生日吗？对，耶稣的生日。耶稣的生日是因为上帝很爱我们，所以他把耶稣降生，他让耶稣诞生在这个世界上。耶稣是带有和平、带有爱的一位神。好，那所以因为耶稣降生，我们的这个世界才有很多不一样的爱。对不对？没错。接下来啊，嘉秀，我要跟你郑重的介绍，我们双联重量级卡司要来为我们来演出。多重？超重。这么重？这么重？这么重？好，重量级卡司为我们演出世界上各种形态的爱。没错，这个重量级我要特别讲一下，我们的预算呢，大概有200万，就是在花在请他的这个身上。没错，他是人称双联 PG One。哇，堂堂记下来，堂堂记下来。那第二位嘞？第二位就没有了，因为经费都花在那上面，因为我们就只能请他了，我们只够请他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的戏剧组来为我们来带来各种形态的爱。我们欢迎戏剧组。是的，各位来宾，相信大家对爱都觉得一知半解，到底什么是爱？人生中到底的爱又分哪几种呢？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演出的是我们平常生活上所遇到的爱。我们接下来先来看第一种，叫做亲情的爱。哎呀呀，什么？赶快去中路支援，快点快点！去中路支援啊！到底在干嘛东西啊？哦，手机很烂呢，又那个。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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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中路支援，快点快点！上去上去上去！对对对对对！哎呀，赶快！你们手机烂，队友也烂呢，什么雷队友啊？哦，哎，啊，真是哦！快点快点！小胖，哎呀，今天晚餐
吃了没啊？哎呀，没血就吃血包了，赶快啊！到底在干嘛、啊？哦，快快，吃了血包了是不是、啊，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快点快点快点！那今天学校过得怎么样啊？干嘛？我要死了！爸，今天工作好累哦。快点快点，中路会战，中路会战，会战会战，快点！哎，手机怎么这时候累个累？哎呦，又死掉，什么烂手机啊，烂死了！是谁死掉了？没有，爸爸，爸爸，我的手机死掉了。手机？对啊，手机死掉了。我的手机死掉了。不是啊，小胖，爸爸不是上礼拜才花这么多钱帮你买 i8 了吗？爸爸 ，i8 太烂了。i8 太烂了。我就想要 i10 啊。i10 才够用。对啊，我朋友都用 i10， 我就想要 i10 啊。不是啊，爸爸赚钱这么辛苦，我真的没有钱，我不能再买一只了啦。哦哟，不行啊，不行。嗯，爸爸，拜托啦！不是啊，小胖，爸爸，伙食费、水电费、瓦斯费，还有你看你自己摸自己的肚子，这个月都吃在这里了啦，真的没有钱呐！拜托啦！不是，真的不行了。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可以，你就不行？不许你说爸爸不行。啊，所以四哥不可以吗？爸爸真的没钱了啦！哦哟！哎，小胖，小胖！这就是小胖与他爸爸之间的爱的故事。刚刚看完了父子俩之间的爱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母女俩的爱是长什么样子的嘞？妈妈出门了，站住！林禁欲，上面穿这么露，下面穿这么紧，是要去哪里啊？我跟同学约好去吃饭啊。吃饭？对啊。明年一月就要考试了，还有心情可以吃饭吗？明年一月我还有一个月，为什么不能吃饭？一月一眨眼就过去了，不信你眨眨看。快跟我回房读书！谁让你读书？我吃饭啊！林禁欲，这气死我了！为什么我的女儿就不会像我这样乖巧、听话、懂事又漂亮呢？我忘记跟隔壁的网友约了，我就说我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，我赶快出门了。是的，这是母女之间的爱。我们看完亲情的爱，接下来看看友情的爱又是长什么样子的呢？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是女生之间友情的爱之什么都要在一起。哎，玲玲，我肚子好饿哦，你陪我去合作社买东西吃好不好？好啊，那刚好我肚子也很饿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，一起一起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想要尿尿哎。其实我也想要，那刚好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忘记我要去和那个老师办公室找老师拿东西了，怎么办？那刚好老师也找我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，好啊。等一下，你看，那个不是隔壁班的那个阿甘吗？你喜欢他哦。对啊，就是他很会读书，然后又会弹吉他的那个阿甘。那你去跟他告白啊。可是我不敢，你帮我说啦。你自己去啦。可是我不敢，拜托啦，你帮我，好吧，你跟他告白，拜托拜托。哎，阿甘。怎么了吗，李明？那个永永他喜欢你耶。永永，可是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可是我不喜欢。我不许你这么说，走，跟我走。哎，对，哎呦。
你们要去哪里？是的，友情之间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尴尬的状况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友情之外慢慢会发展成什么样子，就会发展成爱情。当然爱情有分很多种，我们首先先来看看初萌芽跟羞涩的爱情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嘞。欢迎搭乘首都客运，祝你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。下一站双连站到喽。哎，小心！到站了，到站了，快走！那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还好有你。也还好有你。灯光这时候给暗了，不要让他们牵太久，谢谢。是的，这就是初萌芽的爱，是不是让你想起一些年轻时候的往事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热情的爱，热烈的爱，热恋的爱又是长什么样子呢？哎，瘦皮猴，瘦皮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下个礼拜一起去换绿叶蛋城好不好？啊，如果绿叶蛋城很无聊呢？啊，拜托了，瘦皮猴，我想去。不要了，算了。拜托了，很久没去了。拜托了，瘦皮猴，瘦皮猴。不要了。你摆臭账！我看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。站住！我眼里当然没有你。你说什么？因为我总是把你放在我的心里。是的，这就是热恋中的爱，真枪实弹的爱。当然，爱情有时候也会有难过跟痛心的爱的时候。我们来看看这是长什么样子呢？哇，玲玲，你看今天天气真好，来了这么多人都是来见证我们的爱情呢。阿刚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吗？我要和你分手。为什么？昨天明明不是还说好要在一起一辈子的吗？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怎么会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是谁？是他。你看，尖叫声成功！对，成功了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这就是让人伤心难过的痛，这也是爱。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呈现所有爱的情况剧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希望有好的
是好多有好多好多的梦想，有我陪你一起幸福快乐飞翔，有好多好多的祝福温暖每一个心房，因为我们在爱中充满希望。故事有好多好多的梦想，有我陪你一起幸福快乐飞翔，有好多好多的祝福充满每一颗心房，因为我们在爱中充满希望，因为我就充满希望。哇，大硕，我觉得虽然说今天天气那么冷，但是刚才那一首主题曲真的让我觉得好温暖哦。可是今天回温、啊、不好意思、啊、不好意思，就是前几天写的歌，前几天那个，所以比较冷一点。对 OK 好，那但是啊、我发现我这样望眼放眼望去、对不起台湾国语，放眼望去、我发现有好多好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哦，真的很多的生面孔。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双联教会的，请你举个手让我们看，让我们欢呼一下好不好？欢迎他们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些新朋友，耶！我们的圣诞非常欢迎你们，非常欢迎你们来，谢谢，欢迎你们来。所以我们为了这一群的新朋友，当然还有老朋友，老朋友不要觉得伤心，自己被忽略了好不好？因为我也是老朋友。其实大家知道圣诞节的礼物是什么吗？真正的礼物是什么？真正的礼物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圣诞节呢，重要的礼物是耶稣。有声音吗？上帝把他赐给我们这个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呢，就是才会从这个世界呢，才有了耶稣这个爱的礼物之后，是从上帝而来的。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就要请双联。最帅气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整栋大楼，而且只有他能够 hold 住这个名号。没错，说出来你也惊喜。除了他，没有别人，就只有他。你来双联以后，大家好不好？新朋友、老朋友，你来双联以后，只要指定叫这个名字，就是只有他会回头，在楼下一楼跟警卫说，他就叫他下来了。对，他就打掉到他的分机。对，我们邀请到了双联青少年牧区的牧师。双联金城武彭牧师来为我们分享爱的信息，掌声欢迎！哇，我是什么名字？金城武，拜托灯光不要打那么亮，绝对不要打那么亮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刚才的戏剧吗？我记得哦，刚才有个戏剧当中，今天是有奖征答哦。第一个故事演什么样的内容？还记得举手。有礼物哦，等一下放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你最快。什么？爸爸跟儿子的爱，来发个礼物，来，再暗一点，因为我不是真的金城武，不要太亮，没关系。第二个故事演什么内容？因为你太亮，我看不到底下的人。1 2 1 2 2.5 2.8 3，来，那年轻人啊，妈妈跟女儿的爱很好，
来来来，真皮手套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从刚才的戏剧当中，我不知道你体会到什么。其实我刚才看到了件事哦，从刚才的戏剧当中，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手机呀、啊。还记得爸爸跟儿子怎样？为了什么事情？手机呀、啊！你知道我当牧师当那么多年，我最烦恼的就是手机，因为很多手机的事情，让我们父子的感情怎样撕裂了，让我们家庭产生了争吵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对手机永远不会满足。我们对很多手机，我们想我们要 iPhone 级的 ，10 之前是多少？八之前是多少？七六五四三二一哦。其实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有欲望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手机得到完全的满足吗？你知道，牧师曾经遇到一个人哦。他已经40几岁，没办法上班，为什么？他每天沉迷于网络，一直打电动，打到最后怎样？没办法工作。他的父母跟他吵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当他的父母把这个网络剪掉以后，他就抓狂了，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去上班，但是他也永远没有办法从网络手机当中得到满足。他想，我有手机就很满足了，可是他有没有办法得到满足？没有办法。再来就是什么？爱情。很多人都想说，我只要有爱情，我就怎样，一辈子幸福美满。你认为这样的举手？我表示你还没有结婚。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以为爱情是美妙的，当然是很美妙的。我当然知道，我有交过、谈过恋爱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止一次哦。啊，对，我教过几个师傅都知道，你们不要这样哦啦。有人就想说，我要懂得爱情，爱情是甜蜜的，我一定会得到满足。或是有人一见就是怎样，一见钟情，有没有一见钟情这种事情？公车上、火车上、捷运上，哇，他好美哦，他好帅哦。哎，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还真的回答我哎。这位帅哥有没有帅？哇、哦，很多人看到外表，就想说我在爱情当中可以得到满足，但是有人怎样？永远没有办法。家庭有很大的冲突，家庭有没有得到让你得到满足啊？有人说啊，我的家庭真怎样可爱，非常可爱，但是家里有没有冲突？你家没有冲突的举手。哦，大家都不敢举手哦。我们在家里，我们有亲子的冲突，我们有母子的冲突，爸爸跟兄弟姐妹，全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冲突。我们以为家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，家本来应该要让我们得到满足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没办法得到满足。有人说，爱情是永远的，但是最后却成为坟墓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什么有吸引力呢？就是金钱啊。有没有想要钱的？有没有想要钱的？哎，你们都不想要钱哦，大家都嘛想要钱。你想想看，有没有人想说，我34岁就要退休的，我赚满所有的钱，我就要退休的举手。哇，你真有志气！你现在几岁？28。28。有一个人，他叫做赵亮，他发誓啊，我年轻就要退休了，所以他非常努力的工作，他在34岁的时候就可以退休了。然后他就到高雄买我的豪宅，住在那里非常的舒适，而且他不用赚钱。但是他年轻的时候非常辛苦，他本来是从小被人家看是穷鬼的，因为他爸爸欠人家钱，为人家做保，所以他没有钱，家里没有钱，他出去了吃什么？便当里永远是什么豆干跟青菜。他的同学邀请他去他家，哦，一个有钱人邀请他家去啊，你来我家玩。结果这个同学邀请，假意邀请他玩一玩以后，跟他讲：“你这个穷鬼，离开我们家。”所以从此照亮他的人生，他的性情就怎样大变化。
大变化。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外向，性格非常外向、非常活泼的孩子，但是从他的爸爸生意失败之后，他就不断的搬家，不断的搬家，搬了二十几次，你想就知道原因，要躲避这个债主，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痛苦。他说：“我一辈子不要让人家看不起，我发誓，我以后要成为财主，我才可以去欺负别人，我才有权利怎样维护我的自尊。”所以他的童年活得非常的痛苦。那他又不喜欢读书，就跟人家一起玩。那在国中毕业的时候，就叫他的表哥跟他怎样，跟他的朋友一起去打谁，打班上的同学，他曾经欺负过他的人。他想，哇，这些朋友好好，我们非常讲义气，非常可以翘，我们可以翘课，我们可以去玩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疯狂的事情。他就不断去做这些疯狂的事，一直到高中的时候，他读了几年，五年，读了五年的高中，他想说啊，我的人生非常的精彩。有次呢，他们偷骑什么，有一个人送他一个机车，这机车要不要钱？不用钱，就是脏车。所以他人生就开始改变了。他想说，哎，他第一次被警察抓到，因为他骑脏车。他想说，我只要快乐就可以，我只要享受我的人生就可以。但是呢，他的生命当中一直贴上一个标签，就是穷鬼、穷光蛋。他想说我要超越，所以他在班上不断的做生意，跟同借同学的东西，然后赚起很多的钱。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工作，要当兵，等当兵他去做什么生意？他做一个电动赌博、电玩赌博的生意。这个老板呢被警察抓到了，但是这警察跟他讲说，没关系，你这个老板哦太多前科了，这样好不好，你帮他一下，你只要帮他一下，你顶他的罪，我相信老板一定对你很好。那个警察骗他，所以他就去顶下这个老板赌博电玩的这个罪。哇，没想到他的人生又多了第二个前科。后来呢，他的父亲非常生气，他就去想要上诉，我要打这个官司，后来打不赢，因为法官跟警察都已经串通好了。你想想看，这种年轻人他有未来吗？但是他人生发誓说，我一定要成为有钱人，所以退伍之后，他就跟他的表哥去做地摊的生意。那地摊的生意经营的怎样？非常成功啊！你想他一个早上可以赚多少钱？3万块。他说我他很聪明，他摆了16个摊位，请那些欧巴桑帮他赚钱。他找这个厂商最容易卖什么产品最容易赚钱的，他们就出车出车，一个早上可能出了16台车，一个早上可能就赚好几万，一年就可以赚什么一桶金的。2-3年后，他就非常累积他的财富。他想说，我的人生非常的美妙，我非常有钱的。但是我去大陆投资，那他去大陆投资之后，他一开始呢投资的火锅生意，结果哇赔死了。他的表哥也一起赔钱，本来两个很赚钱的，到了大陆以后，哇，没有赚钱。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哎，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，他们想说，哎，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赚那个地板蜡最赚钱。他就把这个技术移到大陆去卖这个地板蜡。那每次客户啊还没使用这个地板之前，他说，他就跟这个厂商讲说，哎，你每次去卖这个地板的时候，帮我们公司打一个什么广告，免费怎样？免费让你有打蜡，所以这客户都买他们的。所以在中国大陆哦，只有2个地方怎样没有他们的公司，一个是青海，一个是西藏，全中国都有他的公司。你想他赚不赚钱？非常赚啊，非常赚，他非常有钱。后来他又认识了太太，这个太太成为他的帮助，因为他是这个代理商，就是这个卖场的主管，所以任何产品要进这个卖场都要经过这个主管。
后来成为他的太太，赵亮他娶的他的太太叫雨飞，哦，他们在大陆非常有生意，越来越赚，赚到5000万。他想我有5000万，我可以退休了。而且他不是就这样子哦，他说我拥有了5000万，他就把大陆的生意全部停掉卖掉，所有的房地产什么东西全部卖完，回到台湾来跟他太太过一个生活。他回到了高雄，就在澄清湖那边买一个豪宅。你知道吗？他34岁就退休了。他非常聪明，他的投资房地产，所以怎样做包租公就好，只要把房子出租出去，每天只要想着我今天要去哪里玩，我要去哪里吃美食，所以他每天都不用工作，每天去享受在台湾各地的生活。因为他的太太不敢坐飞机，所以他们玩遍大江南北，在台湾到处去玩。可是呢，他到36岁的时候，他有一次站在他们家的豪宅往下望，我现在已经36岁了，我还要活多久啊？你知道吗？他有钱到这个地步，因为他卖了他的房地产5000万，他投资以后，经过了3-4年，他成为亿万富翁，1亿4000万，他根本不用工作，钱不断的进来。你想他有没有幸福？他以为他很幸福，他以为他得着幸福，可是他一点幸福都没有。他站在他们家的阳台上面的时候，往下望去，他觉得我还要活多久啊？我要活多久，我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满足？你知道，我们可能手机不能满足，亲情不能满足，爱情不能满足，你的钱永远是不满足。他说他想要跳下去，因为我不知道活多久，过这种生活好像没有意义。没想到他后来赔钱，他赔钱以后，他跟他的太太的关系就非常的差。你可以帮我按一下吗？哦，他们本来是美满的婚姻的家庭，后来怎样？非常有钱，但是一夕之间所有的钱财都没了。他开始怨恨他的家人，他的弟弟本来是他合作的伙伴，最后怎样？好像把他的股票、他的钱都掏空了，他就怨恨他所有的亲朋好友。本来跟他很好的朋友，因为他没钱，好像就不是好朋友，所以本来一个美好的家庭开始就分裂了。每次回去，他看到他太太就非常的怨恨，跟他太太、跟他家人开始决裂。他觉得他人生活得越来越痛苦。你知道，他当他在家里的豪宅看到底下有个建设公司的老板。那建设公司的老板每次跟他讲：“哎，小赵啊，你不要只有一台车。”那小赵听得非常难过，因为这建设公司的老板有16台车，每台都是400万以上。他说：“小赵啊，你怎么只有一台车？”虽然他曾经非常有钱，可是呢，他听跟那些有钱人比起来，他又发现他就变成一个穷鬼。小时候贴在他生命当中的标签就开始不断的冒出来，他的苦毒、他的怨恨又开始冒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他计划要并用这些杀手来杀那个可能对他不好的人，可能是他的亲人，可能是他合作的伙伴。他想说：“我的人生啊，我很多的苦毒怨恨，我要把这些人都杀掉。”当他在这苦毒怨恨的当中，很奇妙的，上帝安排有外国人去跟他传福音。这两个外国宣教师呢，跟他传福音，因为他的人生怎样？本来想说花代价，他研究投资，但是却亏损；花时间经营朋友关系，却怎样众叛亲离。他每天养生，过着那个非常快乐的日子，但是在他38岁的时候，却发生一件事情，他中风了。他中风的当中，有两个外国宣教师跟他传福音，他说：“你人生不要这样过，
有个爱你的耶稣可以帮助你。他说我那什么人生，我花了代价投资却亏损，我经营朋友关系却怎样众叛亲离，我花时间在养生但是我却中风了。就在那中风的当中，他觉得他人生没有未来，他没有一个满足感，不管有钱没有钱，不管有朋友没有朋友，他都很痛苦。但是他跟他讲，有个爱你的耶稣，就是我们圣诞节在庆祝的耶稣，可以帮助你的生命。没想到这两个宣教师跟他讲，你知道这个赵亮非常的爱变，可是这两个是外国人，他就不好意思。你知道我们台湾人有时候看到外国人就不好意思，他就听他讲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你的中文那么不好，我自己来研究这个信仰。”他就非常认真的去研究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。他也看这个真情部落格，有没有看过真情部落格？有看过哈，看过举手。没有看过了，今天你要回去网络看。他在看这个真情部落格的当中，看到每一个故事，为什么这些人都被耶稣影响？每个人碰到耶稣，他们的生命都改变。他说啊，我人生最大的神迹，不只是我的病得到医治。他说我的人生最大的神迹是我的这个生命得到改变。很奇妙，照亮，当他相信了耶稣，欢迎耶稣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以后，他的性情就改变。他就饶恕那伤害他的人。他跑去跟他的表哥，他跑去跟他的亲弟弟求他们饶恕。他说过去我自以为很厉害，他过去我自以为我很行，但是他发现他的人生若没有耶稣什么都不行。当他相信了耶稣，耶稣进入了他的心里，改变了他生命。突然之间他的生命有一个满足感，非常的满足。他说我以前很有钱没有满足，我可以到处玩，我要做什么事，我34岁就退休了，我有1亿4000万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得到满足。但是很奇妙的，当他有了耶稣之后，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他也恢复了他跟太太的关系，全家人的关系。很奇妙，因着耶稣而得到改变。所以当他们相信了耶稣了，很奇妙的，他们太太也改变，他们全家都改变。本来要离婚的，本来他太太跟他吵了老半天的，他太太忍受了他的气，忍受很多年，可是因为相信了耶稣而全家改变。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们在草地上玩，他们都很满足，因为全家可以在一起。当他们进入了教会，他们的生命有真正的满足感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庆祝什么节？圣诞节。如果我们庆祝了这个圣诞节，你没有认识那可以真正让你满足，让你人生有真正喜乐平安的耶稣，其实你就白庆祝了。照亮，上帝照亮，照亮他们全家的生命。所以圣诞节其实不是庆祝圣诞老人，圣诞节也不是庆祝别的，圣诞节是庆祝谁的降生？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，就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。他为了照亮，他为了雨飞，他为了他们全家，他也为了你我而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。最重要的不是我们领了很多礼物，底下有很多很棒的礼物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打开一个最好的礼物，你就失去了圣诞节的意思。圣诞节最大的意义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来，他来死在十字架上，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青少年朋友，我衷心的盼望你们每个礼拜可以来到我们当中，认识这个爱你的耶稣，他如何改变照亮一家人，以后耶稣基督也要改变你的全家。所以当你相信耶稣，你要打开这个礼物。今天我们有个主题说，因为怎样，我们在爱不曾被遗忘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今天陪你，我们一起庆祝圣诞，
因为我们在这里，所以爱不会遗忘。因为我们爱你，所以我们邀请你到我们当中来。因为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曾经被耶稣改变过。因为我们知道相信的耶稣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改变。过去我们可能有不好的生命，我们有一些坏习惯，我们的坏的想法，坏的思想，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怕人家知道的事情。但是今天我们会陪着你走过人生每个阶段。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你朋友邀请来的啊，你被我们双联教会的朋友邀请来的，挥挥手，挥挥手，来来来来，挥挥手，哦，欢迎你。我还知道，我知道新兴国中好像有来十几个人，来新兴国中的举手，新兴国中的举手，哦，举高点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在这里，所以这样，爱永远不会遗忘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因为耶稣永远在这里，所以带来的爱和真正的和平。因为耶稣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可以让这个爱来改变我们每个家庭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我们心门，让耶稣来好好爱我们，也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关心你，哦，让我们每个礼拜来到这个地方当中，被耶稣的恩典和他的爱来改变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青少年诗班，青少年诗班他要为我们带来两首非常美的诗歌，我们拍手欢迎他们。献给你们。
然后希望你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，前面有字幕，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。舒适的地方，心中会软弱，双脚会颤抖，但你赐我力量，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，预备自己被你扩张。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，我愿顺服，我愿降服于你。毫无保留，让那地因我
礼物回去，也要带着满满的祝福回去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圣诞节？圣诞节的意义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他是一位伟大的一个人物，他叫耶稣。他因为爱我们，所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我们的祝福跟盼望。好吧，今天晚上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告诉大家，来和大家分享这美丽的故事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，小小马槽里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、平安的消息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，献上他自己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有圣诞节，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。所以唱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你看他呀，不比风霜，面容多么慈祥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好吧，跟着我们一起摇摆，跟我去拍手。所以是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为我们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，献上他自己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有圣诞节，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。我们一起来唱。所以但其实大家在今天都得到了最大奖，那就是耶稣的爱。这是我们今天送给每一个人最大的礼物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将这份礼物送给你们，然后也希望未来的每一个主日、每个星期天，你们都可以来到教会，来到双联教会，跟我们一起来体验这一位爱我们的这一位耶稣他的爱。
跟我们一起体验，所以然后跟我们一起欢度每一个圣诞节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刚刚有唱过一首歌《叮叮当》吗？叮叮当，我刚刚说我有点 sad， 因为大家都不理我。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上面，现在我们就站在上面。跟你讲，大家现在站起来，然后我们就看着你们跳，还要讨债。就是如果没有那个的话，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丢他们。我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东西就糖果、手机、手机。好，现在大家刚刚已经有练习过嘛，手举起来嘛，还有拍手嘛，有没有？今天你们就是要把这份耶稣的爱带回家，他就是要填空你心中的那一个空位，不是钱，不是爱情，不是权力，也不是任何你在这世界上看得到的、得到的，就只有耶稣的爱可以满足你的心，没错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就让我们 together 敬拜团，让我们一起带领我们，走，让我看见你们手后面的朋友，下面的朋友，掌声潇洒大草里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大家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